不，有的人生了娃还发育呢。人到什么年龄就不会发育了？人到什么年龄？人到女的生完孩子就不会了吧？男的二十来岁吧，二十五六吧。18岁。为什么？18岁就成年了。20多岁，23岁是不是？女的23岁。哦，男的应该比女的稍微多一两岁，25、26岁。到我这个年龄吧，我觉得我就不长了。大概多少岁？18。20多岁。大概多少岁？男生也就基本上20，思想上肯定是有的，反正，一年一个样。